魂老爹斩电丸。大家好，没有错，今天老爹来挑战这个绿翼迷宫200层。各位观众，200层哦，大家都知道老爹配这个绿翼队哦，是配乌龟哦，三本柱加 iron 这个铁四角之外呢，另外一只的空洞老爹配的是这个乌龟哦。可是这个乌龟呢，是传说中的自保王，也就是说他都只能保护他自己哦，他可以活很久没有错，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活得很爽，然后不管队友的死活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因此老爹看了半天哦，老爹觉得好像有必要把大树，把这个大树和克林奶粉的大树，两个把这个大树练上来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的高尔夫哦，老爹已经决定把它淘汰掉了。这个死高尔夫哦，浪费了我一堆装物。你看一下、哦、各位观众，老爹的乌龟是长这样的、哦、长这个样子的、啊、各位观众啊，装物加20啊。但是他老是这个自保王啊，他都不保别人啊，身为一个坦克不保护其他的人啊，这个你敢信啊？好，因此老爹决定哦，要来把我们的这个大树哦练上来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先来吃2张纸卡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直接上黄色的，黄色的大树见过没有啊？然后呢，上皇家，皇家大树和克林奶粉的大树。然后呢，吃掉我们的山羊，直接上红色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没办法，老爹这个山羊已经5星了，不吃要干嘛？好，再来吃蝴蝶啊，吃完蝴蝶吃山羊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个操作你敢信啊？完全的没有问题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就是这么狂。再来直上神话，各位观众，神话的大树，跟老爹同年纪的应该有听过，喝克林奶粉哦，就会像大树一样哦，各位观众啊，像大树一样、哦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的大树来到了神话1星。哎呀呀，靠腰啊，不够啊，干你娘啊！好，没问题。有钱好解决，有钱好办事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我们的树人，我们的大树瞬间来到了319级，就是这么强悍啊，各位观众。然后把这个乌龟的装备给脱下来啊。好，自己造成的生命回复效果上升10%，加10的时候上升20%，加20的时候自己造成生额外再上升20%，加30的时候使用必杀的时候将作用于3名友军。我靠你妈个蛋，这该不会要加30才会强吧？好，我们先来试试看加20效果究竟如何。完全没有问题，这个高尔夫你给我下场。好，使用老爹的新的角色大树，各位看，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大树硬邦邦的保护我们的队友。好，一个大招，哎呀呀，怎么死掉了，我操你妈个蛋啊，这一只大树怎么回事啊，不是很强吗？哎呀呀，哎，但是我过关啊，好像过关啊，他是保住队友啦。哎呀，艾龙死掉了！哎呀呀，我的像大树一样没有用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再一次啊！这个大树应该比乌龟好用才对啊！我的神话树，我靠你妈个蛋啊！一折就碎了，我这个大树一折就碎了。好，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们换一个摆法试试看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改这样子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的树人又折掉了，我操你妈个蛋，完全不行啊，
各位观众，老爹决定，这样子不行啊、哦，这太烂了，这个比乌龟还烂，怎么可以啊？各位观众啊，我们把我们大树、哦、转速器拉上来，牙一，牙二，现在大树的战力是1472K。这只大树呢，老爹刚开始玩那个剑与远征哦，有注意到老爹的人哦，老爹这只是一开始我的坦克哦，练到红色的吧，还是红加哦，后来被老爹吃掉了，好像被我吃掉了，我记得啊，有点忘记了，反正我记得我一开始有练它哦，练到多高我忘了，它陪我度过蛮长一段时间，然后就被我吃掉了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再来。我们来试试看加石哦，有没有比乌龟好用哦？各位观众，有没有比我们的高尔夫好用？喝克林奶粉就会跟大树一样。各位观众，这个不是业配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是 N 年前的广告台词啊，有没有听过啊？艾龙又死掉了，你没有保到我们的艾龙啊！好，再来。好，兔公死掉，不管他。哎呀，老树又挂了。这个怎么回事啊？好像高尔夫比较好用哎。这个大树完全保不了队友啊，因为他自己就先死掉了。好，这次看起来可以，各位观众，这次看起来可以。艾龙不要死就赢了，艾龙不要死就赢了。哎呀呀，这次数量好像可以啊，哎呦，死掉了。各位观众啊，好像乌龟比较强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老爹说真的、啊，我怎么觉得乌龟比较强啊？这个树人被啪两下就狙啊！树人你别死啊！哎呀呀，这个树人又睡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各位观众啊！好，不管了，老爹把这个树人升到20啦，升到20啦，这个实在是太软了，他软啪啪的软了、啊、他。好，不管了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们把树人也练到20好不好？刚我怎么觉得乌龟比较好啊？ I am prepared. 好来，现在战力是1559K， 生命力是2780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，不会不够吧？18，哎呀呀，又不够了，干你娘啊！差40个啦。好，没关系，没有什么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，各位观众。哎呀，我怎么老干这种事情啊？每次都差一点啊。好友。再十个，各位观众，再十个，把粉也买一买，各位观众啊！钱可以解决的事情就不是问题啊，各位观众啊！直接多买一点，干你娘！我他妈又怕又不够啦，这个拍片常常要用到的、啊，这个是好买，好。不对，我们的大树嘞，大树在这里呀、啊，你啊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加20的大树，你敢信啊？森罗万象扎根后，自己生命恢复效果提升20%。各位观众啊，老爹拍片哦，一向是这么高成本哦，还不给老爹订阅下去啊？完全没有问题，你们的订阅不用花你一毛钱。但是却可以支持到老爹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再来200层，应该可以过关了吧？我的大树啊，你啊，我求求你啊，像大树一样啊，我喝喝你奶粉的你啊，这一次看起来硬多了、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加20好像可以啊。哎呀呀，终于啊你啊，撑过来了，我们的大树撑过来了。还成功保护我们的队友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喂，加20就是这么凶悍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个你敢信啊？直接碾压，完全没有问题哦！老爹卡关已久的200层，200层啊！
看看老爹排第几名哦。第一名啊，各位观众，我第一名啊。好，再来201层，原来老爹是绿翼王啊，原来我是绿翼王，我都不晓得啊。哎呀，大树又碎了，又一折就断了。好，我们换个阵容先。这个大树只要活下来哦，可以很有效的保护队友，可是它实在是比乌龟还碎啊，一折就碎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一折就碎了，不用九折啊，我们只要一折就碎了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这次看起来没有问题。艾龙开了个大招，哎呀，双双阵亡啊！哎呀呀，各位观众啊！好，没有问题。那么最后呢，老爹来试试看看这个绿翼队哦，打我们的竞技场，试试看他到底好不好用，因为这一队应该是竞技场的天下，竞技场应该是非常的强悍的。好，挑战我们的无罪哥，各位观众，把对面的公主吸过来，把佛克斯吸过来好了，我最讨厌棺材板了。好，完全没有问题，把对面的佛克斯吸过来啊。福克斯，你怎么不吸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，你吸不吸呀、啊？你呀、啊，加油啊，艾龙啊，加油啊！哎呀呀，没有用啊！我们换个位置好了。好，这样子总可以吸到了吧？好，吸到了！加油啊，大树，加油啊！保护好你的队友。保护好你的队友！哎呀呀，艾龙死掉了，你没有保护好啊！你在干什么你啊？再来！我们各种位置都试试看，总能找到破口吧？艾龙不要死啊！大树保护好你的艾龙啊！他也是喝克林奶粉的，你干什么你啊？好，大树又 GG 了，各位观众。哎呀呀，好像还是不太行啊！果然还是我们无罪哥的那个阵容比较强哦。好，最后让各位看一下最强的大树——左二爷的大树。左二爷是我们巅峰竞技场不知道第几区的冠军哦，常胜军哦。我跟他借了一个大树哦，让各位看一下什么叫做顶级的大树。没有问题啊，他一定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艾龙的，完全没有问题啊。看看他的大树多么的凶悍，哎呀呀，也是一折就折，一打就折掉了，各位观众啊，也不是九折啊，又是一折就 GG 啊，这什么鬼啊，这个大树有点软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哎呀呀，连左二爷的大树都撑不住啊，我他妈的我也不想加到三十啊，哎呀呀，果然过关啊，左二爷的大树就是这么强悍哦，轻松过关，各位观众。但是大，干你娘，没有过关啊！我靠，蝴蝶对公主，蝴蝶对公主啊！丢死他啊！蝴蝶，你丢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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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耶、yeah, ，各位观众啊，我们的大树就是这么强悍哦，尤其是我们左二爷的大树，直接通往201层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